哟，欢迎来到 DBS。那今天我们要来玩玩极地战壕，那我这次会是比较游戏实况的一个模式，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我为什么这么感觉这么累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碰这个游戏了，那我说回过来看一下。我们要破这个任务叫什么？那叫做什么什么武器的，什么什么什么指定武器还是什么的，我也忘记了。那是我刚刚选择的，就是我目前的武器选择，就是一把 Vector， 还有一把机枪，还有这个是 EMP 弓哦，这东西超猛。那我们就来看看吧。Talk with me. 偏好武器。One of the old refineries has engineers working overtime on something called PG-240X. PG-240 is the poison they spray on tobacco leaves in the West to make Viviro. 我先玩过那个特别行动的朋友，基本上都对这个 PGX-240 非常的讨厌啊，它这个很容易莫名其妙就过热爆炸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跟我们解释。这算是跳跃性的这个普任务在哪里啊？531米。OK， 要召唤我的车车吗？是不是要来召唤我的坐骑啊？坐车，要怎么召唤？这个吧，这个。Need some wheels. Oh, oh, 别！来啊！ Don't fuck with the seat. It's just how I like it. Appreciate it. 啊，你可以离开了，谢谢。走喽。右边那个绿色灯好像是你占领的那个点，我觉得是。哦哦哇哇，这大概就是我的噩梦。我做梦常梦到出车祸，真的超恐怖的。哦哇，我到地图下面去了，真帅哥。好，我们要跟游击战士碰面。在哪呢？哦，我看到游击战士。嗨。How did my team do? Looks like they secured the perimeter. Remember, you need to talk me through what you see in there. If I'm right, that place is important to the mission operation. Okay, 按了。哦，我的炸弹还蛮多。不是，哥们，你找的掩体会不会有点太不安全了？嗯。OK。哇，你们这边也太多。哦，科学家。You were right. It looks like this is where Mackay's people are making the chemical weapons, the bombs. Oh. 控制中心哦，没有，不对。On it, Yelena. 这算诶，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医学研究中心。看来是要保护电脑，也是到保护电脑。Windows 更新，哇，这个梗。可以采一日攻击，哦，别别错，你从哪来的？他们现在是叫我书包，不是 backpack， 对啊，就书包，因为是背包客。想干嘛？哇，刚那个爆炸。
太多人了。冰90%，要完成啦！我刚换成甲骑，超快的。这个手枪真的太难用，让我换个手枪，让我换个枪。我也是必须回去这种手枪，我没有办法。手动开关，手动开关在这儿。哇哇哇！被卡住了。Oh no! Oh no! Oh no! 闭气。我需要。How？ 你要我逃出去？认真，怎么逃出去？哇 ，OK， 开枪，创造新的路，可以，没错，谢谢大家，我是快去啊，啊，哦，哦OK。错了，在这边。我刚才以为我破土了，我一秒钟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在这边？Oh man,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This shit has been really entertaining to watch. Seriously. Now, if you don't mind, I'm going to call my boy Anton for more soldado. 我才被电到他其实是有伤害的。Oh no！ 这个效果真的超好。打个针。搞定。逃离就结束了，是不是？离，算逃离了吧？在干嘛？这是直升机。哇！偷个油，偷个油。You did what you had to. If it ever comes out to sacrificing one versus many, if it makes you feel any better, Lara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这关其实还蛮简单的，基本上就是冲进去啊，杀一堆人，然后基本上就完成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这一代的。这一代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的确有蛮多不一样的东西，相较于第前几代。但是你要说真的有哪里真的让你很惊艳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有点尴尬。每一关卡设计就差不多是那样，对，就是到瓶颈了，我是不知道。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快速破了一个小小任务啊，就是我们这个偏好武器的这个任务。那喜欢我们做更多游戏实况的，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聊聊。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是 DBS，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